今天呢是情人节，是新武体育会很荣幸的能够引来16对新人在这里注册结婚，这个场面使到大家都很高兴、很温馨、很温暖。我们在这里祝福16对新人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在这里呢也祝贺全世界的有情人也终成眷属，成立一个好的家庭，幸福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情人节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日期，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纪念。大家等着今天来注册结婚呢，就是很重视这对婚姻。我在这里呢祝福所有的幸福新人组织一个良好家庭，也祝福他们的家人也迎来这对新人，迎来这个幸福，希望大家都能够过着幸福与安康的生活。 OK， 我在这里祝福天下所有的人都幸福快乐。 OK， 祝大家永远都幸幸福福。有个特别的仪式，就是除了新人互相祝贺以外呢，都祝福以外，我们还要他们感恩父母亲，他们抱着父母亲亲一下父母亲，就会等于说我们感谢我们有今天全部是父母亲的功劳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祝福天下的孩子们都要感谢父母，因为家庭幸福是来自我们的父母，来自我们家庭这个是我们华人最重要的孝亲敬老精神。祝大家永远都是过着幸幸福福的家庭生活，谢谢。隆重的宣布，你们六对新人今日正式成为合法夫妻，恭喜你们！恭喜晒！你们的仪式完毕了。